是柠檬汁吗？美丽蟹堡，哦，美丽蟹堡，哎呦，你们好厉害哦！我作弊了，偷看聊天室。美丽蟹堡，美味蟹堡。二八一，谢谢你的29个月续订。YAOSHIE 警察最后抓了谁？SHAKE 去抓他吧。这个吗？章鱼哥在做日光浴吧？看戏，应该是吧？这集海绵猫买了什么？4个字或6个字？这什么啊？哇，这也太难了吧！隐形喷雾，哇靠！你们怎么那么强？你们好恶哦！这个是什么？它叫什么名字？高登，干你娘嘞！这是蟹老板赚的第一个1块钱吧，应该是吧？请问这张钱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个是蟹老板应该不会赚那么多吧？这个吗？应该是吧？请你叫我。派大星教授加博士就是派大星教授加博士先生，看你们什么都知道，你们有病吧？2个字，在这集里面找到这一集我有印象哎，这一集好像啊、哦、新打错是不是？新打错。不是尖头拉瑞，对，应该是名牌，我有印象是名牌。你叫谁尖头拉瑞？你叫谁尖头？哦，冬眠吗？我记得他在冬眠。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应该是这个。纠察队长，